哦，对，我听一听，还会觉得说，哎，该不会是我的什么地方的音乐漏出来了吧？高清 1080p，没错。什么用车门载我出去玩？哎呦，小夏，我现在是护士了，等我一下。没得等，我现在是护士了。哎，护士很恐怖哎，小心用针头打那个空气进去你的血管里就挂 GG 咯。哎，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哦，收藏品，我们可以进来看看。男护士，Doctor，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Of challenging doctors, nurse, I'm saving live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So sorry, doctor. So sorry, doctor. 哎呦，他看到医生就要对医生这个叫什么？垂涎三尺，不是，是尊敬三分。那个成语叫什么啊？我怎么知道空气打进去？哦，等等，我要先让我玩这个。等下，我怎么知道？这基本小常识不是吗？这应该是基本小常识吧？大家不都知道吗？还是有人不知道？哇，2134，Looks like Dr. Sang is doing a lot of kidney transplants. Where are you 肾脏移 getting the 植。donor saying? 安装窃听器。我们在博士回到前要安装窃听器。在这里吗？这间吗？哎，怎么过去啊？我的，等等等等，没时间了，来不及了。哦，来，快点，快快快，放窃听器，快快快，练打击动作的。什么？等等。怎么？等等，我忘记要怎么做了。等一下，哦，我忘记要怎么玩了。等等，豆浆打到血管里会 GG 啊？真的假的？可是你也不会，不要这么无聊，打豆浆打到身体里去吧？豆浆是拿来喝的，因为豆浆浓啊。场景有点恐怖，不会啦，你们不要吓我，这个是有时候在那个恐怖的地方才会有的，你们不要吓我，应该不会有血这种东西哦。这是什么？看一下，打破安全。哦，等等，快没时间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嘿，我在解码吗？对，我想起来了，哦，完蛋了。超过了，我还有一分半啊，来得及啦，绰绰有余，年年有余，绰绰有余。Four Finger Wu, what are you doing meeting 18K Red Pole saying, motherfucker, mother father， 他刚刚是这么说的。伪装的救护车上 ，OK，go go， 打硫酸没有办法放在罐子里吧？那个会直接腐蚀掉吧？恩恩，我是博士，不是博士啊，这是护士。What have you found? I've got the doctor. He's doing a lot of transplants off the books. 黑市器官。18K。哎呦，好害羞哦，窃听医生，哇，好白，我是白衣天使，白衣恶魔，白衣天使，有点阴森哎。对啊，医生不是医生啊，医院不要常去啊，不太好。哦，这样就完成了，这么简单，易如反掌 ，piece of a cake， 1200块，我们可以去买点吃的。嗯，这台车是谁停的？停的技术有点差，害我从这边没有办法上去。好吧，从这边。对，他们卡住了，我没有办法倒退。好啦，另类的，我按错键了。对，好像我们可以找别的任务来玩。归还玉雕，重症监护啊，我们继续解好了。哦，我们先打个电话。
呜呜呜呜，你要打电话给谁？呜呜，打电话给妹妹。上次亲的那个吗？啊什么？你说什么？哦哦哦，我不知道，不是啊，我以为你在想说什么。没有没有，我想到奇怪，你在讲什么？对对，你上次亲一嘴。没有，你不要乱说话，你吓到我了。我想到奇怪，你在讲什么东西？你这个做贼心虚。没有，我想到你在讲什么？哎呦，真的真的。开车讲电话要被罚钱的。我没有干嘛啦，我想说奇怪他在讲什么乱说话，我是为了要纠正他，我哪会，哎呦，我有做就是有做，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哎，我撞到路人了，可爱吗？什么可爱吗？路人哦、喔，他被我撞飞了、欸，你亲的那个啊？你说游戏里面哦、喔，没有，还蛮可爱的、啊，我还为他拍了一张那个就是可以放大头贴的照片。你还记得吗？放在你的皮夹里啊！等一下，你害我一直撞车，我要看聊天室来。好、哦，什么放在皮夹里？心虚啦！我心虚干嘛啦？你不要乱。哎呦，打架！哎呦，哎、欸，好酷！这招一定要学起来。他用头敲一下后车门，车门就开了。没有紧张啊！我被恭维哦，差一点。哎、欸，他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要怎么挟持他、啊？我忘记了，按一吗？还是按？哎、欸，哦，要怎么挟持他？哦，这样，要怎么挟持他、啊？有人还记得吗？哎、欸，为什么给我这台车？橘色的车，因为比较屌。不是啦，我忘记怎么 Q O 对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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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 有种果汁真好喝。没有啦，看聊天室就会撞车好吗？你不要再心虚了啦。嗯、欸，我是李欣哎、欸。他们为什么？哇，在揍他、欸，好凶哦、喔！橘星人，橘星人出现，橘星车，人都撞不死，那我撞不死，我一定把一群人撞死了。哦，哦，哦，这台车还不错哎，黑头车哎，想要，想开，想玩。叫叫那么凄惨干嘛啦？我要呼叫朕。Okay, I got him. Pull in Dr. Sang. You sure? Tragic story of modern medicine, Inspector. Not every patient makes it. Way. I'm leaving this guy in the parking structure off Quark Street. 怎么开车技术好差？不然你来开啊！不要逼我！你怎么躲在这边 ？Dr. Sang confessed.哇，两年二十个，哦是邓啦，我又忘记了是邓啦。邓。When you consider that all his victims were triads, I wonder how long he'll actually serve. 18K won't be happy. 18K. 他们想我继续爆料。爆什么料啊？我想一下哦。我又没什么料可以爆。你今天去了哪？我今天在家打扫哎、欸。那你昨天去了哪？我昨天乖乖上课，昨天礼拜五。你现在在做身家调查？上课有妹吗？什么上课有妹吗？你没有听说过一个那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日常大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同班的同学啊，女生都是战相。你知道什么是战相吗？什么？啊，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反正同班的女生都不会特别漂亮，然后只有学姐和学妹才会很正这样，所以都要看学妹了吗？哦，你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不是啊，你路上就有学妹可以看啊。真的、哦？对啊。是这样吗？不是吗？真的是这样，我怎么都不知道。前几天才看你都不知道。什么前几天？好像你跟我读同一间学校一样。什么非常亏的？这是什么东西？归还玉雕。中间，我们来这边好了。191，还蛮近的。有警察伯伯。怎么自己班上都站相？不是啦，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就只是举例。哎、欸，警察揍他好不好？还是比较好了，他是我们人民的保姆。哎、欸，警察不能一个人走在一个人单独行动、欸，哎，你知道吗？小夏，你知道吗？啊？警察一定会有两个以上，不可能只会有一个。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被抢的话，怎么办？可是我今天都判一个、欸，那应该只是暂时一个啊、喔。哎呦，他一整天都一个哎、欸。好，你跟他在一起一整天哦、喔。没有啊，我工作的地方就刚好看到啊。真的还假的？对啊。可是我要赛车哎、欸。真的吗？我记得哦。等等，等一下。好啦，高手是不重来的，不怕，一点失误让他们。通常都会有两个啦，通常啦，不然一个人出事的话会很麻烦啊。这也是基本小常识。哎、欸，哎、欸，你一定是黄奕派来的，你可以这样挡我路呢。我看个聊天室，撞车了。其实我只是在，车子这样开真的没问题吗？好了，我要认真了。等等，我这是过弯，你们不要激动。前面那台车快爆了，可以把它撞爆吗？可以啊。可是赛车手不可以撞爆别人的车啦，这样是有点缺德的事情。因为他为什么可以撞我？真的，我不能看聊天室，我看聊天室我就会出车祸。哦，等等，我没有过。应该是我的车太强了。我们上次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有买，不知道是不是买这台车。我不要再开车了，干嘛这样啊？